间一间把它清理出来，剩下的就清洗。对，因为一些比较重的，像冰箱啦、酒柜啦，啊，还有那个沙发都出来了。这淹水非常的严重，有的到一个人高，所以呢，这个尤其是龟山里这个地方部分，所以我们这里有分配了230位的师兄姐来帮忙。这一次这么大型的大台风，其实我们应该要多感恩了啦。这灾情也是难免啦，已经呢减轻到了最小的范围，所以呢树断的难免有啊，那还有呢有山区啦，这一次呢越是靠山区的呢都就越有灾情。也看到了新店龟山里这个泥石流，看来呢很难清扫了，真正的要清理呢一定要人工啊，要人多啦。那又有看到了三峡，我们的慈济人自动哦打电话给里长说，啊，里长啊，啊，你遐需要我去帮忙不？他就说，哎呦，主祭人哦，需要哦，就是这个时阵不请之师啊，慈济人总是呢，人世间有事，少不了慈济人的投入啊。那慈济人呢，难免呢、啊、自己的家呢也会有淹水啊，也有少许的灾情。那有的是屋顶被掀了，可是呢，自己虽然呢、啊、也是有受了一点灾，可是呢，他们还是先放下自己的，那就投入呢。这大家的力量协力呢投入，那样和和互协啦，大家的力量呢来为村里去付出哦，那附近邻居啦去付出，这都是慈济人呐、啊、先为别人做，然后呢才为自己。他们不只是呢投入啊去帮忙清扫，同时呢也是连换热食都带到了。我出来呢就是各大的人的巴肚吼，这种事呢很令人感动啊，这就是大悲心，同体大悲啦，人伤我痛啊，人灾呢我苦啊，所以呢，不只是人力投入啦，同时呢也供应了热食，这都是人间菩萨，像龟山也好，或者是呢乌来的哈这个区域啊，要恢复呢实在是很不简单啦，还可能还要再几天哦。那慈济人呐、啊、还是呢来一直在做陪伴与帮助哦，出来啦还要抚慰哦，同时呢我们的委员呐、啊、分工合作啊，那有的人就赶快去了解，吃了慰问金啊，及时的来帮助以外，也要了解呢，像这样的家庭平时生活是怎么样，将来呢要恢复家园的能力呢又是怎么样哦，所以开始呢也都在做这样的评估。不过呢及时的慰问金啊
都开始的，昨天开始呢，哎，一粒一粒，一颗一颗哦，一滴呢，开始在付出了。这都是爱的能量，感人的事呢，真多了啦。的确，实际人呐、啊，这样的自动自发哈、哦，那不请自私啦，这样的精神呢，实在是讲不完呐、啊，很令人感动的事多。可要知道，普天之下呢，灾难也是很多啊。那造灾难的地方呢，的确。都是人类来造成的啦，看到了，一起呢一定要说的就是法国呢，他每年呐、啊、都割死掉了哈、哦、这个5000只的小鸡哈、哦，因为呢他们要爱的都是给母哈、哦、爱母鸡啦，他们呢给母呢不能呢。孵出来呢，因都检验吼，是公的啊母的，母的老掉，公的都甲蛋落去迄个绞碎机里，这都是呢。现在啊，人的造业呢，很令人感觉到真惊心吼，所以杀业重啦，天下灾情就会很大。这都是人类所造出来的啦，不只是呢破坏三地啦，同时呢这样残酷的哈、哦，生命活生生的就这样的让它过去，那丢进了绞碎机里去，真的实在是啊，真的。这都是违背道理啦，咱甲道理呢，哪会离遐尼远呢？道理本来呢，人人既有的，本来就有的啦，那就是真如本性啊。可是呢，我们违背了良知，就是违背了真如本性，所以越来呢，道理违背愈来愈长哈、哦。看到了这样也是很令人真惊心。不过呢，昨天呐、啊，看到了我们的。小菩萨啊，真感动哦！那这一群小菩萨，小志工啊，我们人人假如学会了这样的小志工呢，那样的单纯，那样的关心人间，他们呢这样的同体一条心哦，实在是不简单啊！那。最小的宽宽呐，好可爱哦！那一位小宽宽哈，那记得啊，他出生下来哈，一个真幼小，很幼小的时候啦，他的爸爸入金帐啊，爸爸呢都背着他，同样呢，亲像迄个。袋鼠一样吼，安尼排喺头前咧，开始咧，甲人彩排呀、啊、等等吼，啊，这很特殊的吼。那几天前呐、啊，还没有台风之前，有七八位的囡仔回来，他就其中之一呀、啊。他呢就说：“施工。”敬请施工放心，我们会守护，会传法脉、哦、他会传法脉呢、哦、那要记得，8月8号一定呢要看我们的入金帐，我们的所以啊，我就说。但是施工不能去啊，有连线啊，你一定要开哦。有一群啊这样的孩子哦，很可爱啊。这个小宽宽也在哦，在那里啊，就啊这样的表达。昨天真的果然看到他，就是在最前面，看他入金帐的力道啦，真够。现在呢？才4岁，四岁而已，
这都是呢人之初性本善、哦、那一位小宽宽呢他呼吁呢他所带出门的、哦、那就是三宝，他有碗有汤匙，那有自己带水壶、哦、他都是，这都是他随身备的，他就会叮咛一下，大家都要跟我一样、哦、那这样的呼吁的、哦、真的是希望我们大家都跟他一样啦，这是我们要学习的，向着孩子学习。